就稍微这个拿出点这个自己也觉得好玩的东西让大家看看。其实气质是自身散发出来的，并没有特别要拿出来，对，走出来就有那个感觉。满叔可能在现场教他几句，我们现场即兴来教唱两句，因为刚才都夸人家有天分。好，好，这个唱给我教你一首，我比较有年代的一首歌，但这首歌我可以先说一下歌名吧，它叫 Lonely God。 其实我想讲的就很简单，我们很多人都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，自己一个人奋斗，虽然我们在茫茫人海中，对不对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需要相信自己，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做成做大，做到真正的自己。所以这首歌好教你一开始的前四句。好，好，我加油，我加油。提笔在放下度过了有一天，像是我经常把我肚子收敛，正在缩短成为喘气的期限，和过去告别，但我不再留念。这个也太难了，这个好差。哎，这样好吧，满叔哥你带着，然后对郭俊，你看你能跟上多少？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一句一句的。好，我一句补一句。提笔在放下度过了又一天。提笔再放，提笔再放一下，度过了又一天。像是我心肠，但我肚子修炼。像是我心肠，但我肚子修炼。很好，我这换两句，我这样教你好不好？可能拿麦的手势需要一个变化。哦，态度来了，气势。就你可能需要，因为大家看很多 rapper 唱歌就是喜欢，就是好像离麦克风很近，然后用你的左手。轻轻的抱住麦克风 ，OK， 对，不要完全把它抱住啊，轻轻的贴着。好，后面两句是这样的：正在缩短成为传奇的期限，正在缩短成为传奇的期限。OK， 最后一句这样啊，最后一句手就不要转圈圈了，转圈圈会有一些可爱。OK， 我们可以横向，横向。和过去告别，但我不再留恋。身体要后仰，身体要后仰。和过去告别，但我不再留恋。好耶！谢谢又教的好，学的好，谢谢满叔课，谢谢。我们先请满叔课先休息一下，好吗？ Okay, 谢谢，谢谢你刚刚的精彩留言，谢谢。谢谢。你觉得当 rapper 跟当 reader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哎 ，reader， 我没有当过 reader， 就是刚才体验了一下 rapper， 感觉很过瘾，感觉以后可以很快。我知道，我可以，我两千万的时候，可以唱夜曲。这个是他自己说的，你们都听到了哟，好吧？现在到时候要福利好吗？好的，那此刻我们要再次活动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刚刚呢，我们已经邀请大家票选了下一个互动环节是什么。首先，我们邀请接下来要参与互动环节的各位演员登场。